同学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，错在最后一题啊？不过我相信那两个男生把你派上来还是对的，你很有实力啊！来，我们恭喜中山大学的于同学得到了11题的分数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后面同学要加油了，复旦大学的同学要加油了，哪一位来？来，复旦大学的代表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吴哲南。哎，哲南，哲南有没有觉得刚才他给你下马威？他给我压力好大。没有关系，他没有得满分，所以说你有机会超过他呀，要相信自己啊，你是男生啊，不要输给女生。嗯，办得到吗？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来，有信心。同伴为他加加油，鼓鼓掌好吗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好了、哦、来，争分夺秒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兵法家吴起曾担任魏楚两国的将相。错。作家沈从文著有《齐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。对。第八艺术指的是电影。对。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是法国诗人雪莱的名句。错。美国著名的金门大桥位在旧金山。对。杜甫评论王维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错。荷马史诗当中，特洛伊战争历时10年。对。袁世凯是中国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。错。全球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是尼罗河。错。秀才集合于省城乡试，考中的称为举人。对。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。对。国际马拉松的赛程是42.195千米。对。好，哇、哦！看来前面这位选手的确给你很大的压力啊。一开始我相信你很紧张，所以连错了2道题。不过后来你越答越好啊，一题都没有错呀、啊，不错。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后面能够沉着应战，对、啊，而且后面一题都没有错。你跟他刚好相反，他是从头对到最后一题错，你是前面连错，后面全对。好，不过表现非常精彩，对了10题，恭喜你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兴大学的同学，哪一位上来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台中中兴大学的林谷龙。好，觉得你自己的成绩会不会比他们前面两个都好？我努力，我尽量。你努力，你尽量，最后希望你有信心。有信心能赢他。对啊，对，你是全组唯一的一个男生啊，所以把你派上来了。没，因为我是虾兵蟹将，他们都是大将，所以就先出我，先派我出来。好、最厉害的留在后面是吗？对，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待会儿节目结束就晓得你们的逻辑是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加油喽！准备好没？好了，来。争分夺秒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战国时代南方文学代表楚辞是屈原的作品。对。将小便斗送进美术馆的艺术家是达利。对。太阳系中火星与地球大小最相似。错。 John Milton 失乐园是以旧约圣经为题材。对。塔列拉斯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。对。明朝时马可波罗东游中国。错。顺治是满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。对。六一居士是欧阳询。错。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是小肠。对。磷是构成骨骼及牙齿的主要元素。错。世界上最大的冰川位于北极。错。好。虽然仅仅是虾兵蟹将，不过还可以，你的成绩还不错，只错了3道题而已。对，答对9题，对自己还满意吗？还满意，还勉强。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后面有更好的表现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轮到我们最后一组同学。那么最后一组同学呢，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，来，哪一位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任晶晶。好，你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了，应该经验比他们丰富，那你觉得你的成绩会超过前3组吗？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我最好的，一定要你好好表现。好，好，希望你加油。任晶晶加油咯。好，加油。谢谢。好，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争分夺秒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文艺复兴发源于14世纪西班牙。错。造成甲状腺肿大是因为缺乏钠。错。司马相如创作《子虚赋》是西汉词赋家。错。阿基米德说：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。”对。